哇，驗相啦，驗相啦！嚇、啊，咩驗相啊？呢間唱片公司啊，哥，藉由太極樂隊其中一個成員離世呢單嘢嚟 sell 自己太極樂隊嘅 CD 啊，超過成萬人俾嬲嬲啊！咩啊？突然想聽太極？哇！意思就即係話平時冇聽，依家等人走咗先嚟聽啦。咁樣嗰個梗係俾人鬧爆啦。其實佢下邊唔放條購買連結咪冇事咯。呢個應該特登講㗎嘛，因為要令人滿意好難，而且迴響量都好低。但係令人嬲咧，就有千千萬萬種方法。嗱，有啲人咧就選擇默默耕耘，憑實力嚟上位；但係有啲人咧就諗住藉由呢啲過分嘅行為或者出位嘅言論嚟挑戰大家嘅道德。都有人瞓喺度，乜都唔使做就贏咧。喂，唔好暫亂歌病，藉住挑戰大家嘅道德底線嚟引起大家嘅關注，可以話係最簡單直接嚟賺取憤怒點擊嘅方法。咁樣破壞自身嘅形象好咩？嗱，如你所講，一般人咧都唔會隨意咁破壞自己的形象嘅，因為咧要建立形象或者誠信咧係好花時間嘅。但係破壞佢咧，可能只需要一句説話或者一個動作就搞掂噶啦。而且就算你日後點樣努力修復呢個形象都好啦，都唔會完全修復曬嘅，只能夠講條路自己揀，嗨嗨唔好行。係啊，所以有人選擇做錯咗再道歉，然後。道完歉之后咧，再明知故犯，然后再道歉，再明知故犯。因为诚信同人格已经完全破产啦，所以只能够继续明知故犯，犯而不教，教长揭短，短兵相接，接二连三，三上油压。喂，正经啲，三心两意，意犹未尽，尽力而为，为所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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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冇错，已经失去晒所有嘅人格同埋诚信之后咧。只能夠繼續為所欲為，因為已經冇任何路可以揀。怕咩啊？爆紅容易，長紅難啊嘛！想藉由抽啲出名贏水，又或者出賣自己人格，都係呃得一時，呃唔得一世嘅啫。遲早都會被社會淘汰嘅咧。係喎，咁你對阿達叔嘅離開有咩睇法？我知道你想问乜嘢，我自己就对佢本人咧就冇乜特别嘅睇法啊或者意见嘅，只不过你宏观啲睇翻成个香港嘅人对呢件事嘅反应咧，就同头先所讲嘅差唔多。点样差唔多法？无论系对佢定系对成个香港都好啦，大家怀念嘅只不过系昔日嘅美好，依家嘅香港咧，好多时候连一啲客观持平嘅声音都容纳唔到。虽然唔应该系咁。但是都真的回不到頭。